你好，我是于浩在宾大时的校友，高盛投资 VP 沈志林。你好，苏可兰。你不是吃芒果过敏？我差点忘记了，还好你记得。从那一天起，我那也是下雨时，而且他芒果过敏确实很严重。你们在一起六年，你记得这些很正常。你先去洗漱吧，我去收拾去。即便不想，也会为前任心烦，因为即便可以抹去他的痕迹，他也永远活在他的记忆中。撕掉痕迹，也撕不掉一个人在另一个人心里的位置。